看第七题，他说小镇 A 哈，距一个笔直公路哈六公里，好，并与道路上的小镇 B 哈相距十二公里，今欲在此道路上盖一家这个超级市场，哦，盖一家超级市场，与 A、B 等距，哦，跟这个等距的，则此超级市场与 A 的距离应该多远？好，那这个叫做 C 好，好，这个 AC 跟 BC 要一样。那我们知道这是6，这是12嘛，这是直角，所以这里是30度了。好，那我现在做一个等腰三角形，因为我要求 AC 跟 BC 要一样，这是个等腰三角形。好，那我假设这个距离等于这个距离，就是我在 X， 当然这也叫 X， 那就把它投影过去。投影过去的话就好，就是 x 哈 ，cosine 30度，啊两倍 ，x cosine 30度两倍，两倍多少？这样等于多少？这样等于12了。所以哈，这是二分之根号3的，啊这样子。所以哈，这个根号3 x 哈等于12了，那 x 等于多少呢？根号3/12，所以是3/12根号3的，3/4/12，所以应该是4根号3，x 等于4根号3的。